画质模式好了，就是打开这里。 画质模式，有电话。 Hey V， 我是Regina Jones。如果你想在沃森地区接活，就给我打电话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？我知道该从哪儿收集信息，你甚至可以叫我搞情报的。回见了 V。还是表现吧。 他那个英文配音怎么搞嘞？怎么样？现在讯息，阅读，再联络，手机，这六东西，太棒了！哎，这世界太没道理了。 你呢？最近怎么样？还在玩平板。这个是啊，好游戏。我们知道你在里面。嗯。他们身上有弹药。哦，喂，等等，哎，有东西。这么做是不对的。 静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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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Prepare for cooler conditions as we head into the weekend. 啊？逛街逛街，我体力还有上限的，看一下。我以为体力会无限的。这里是。When danger lurks, you'll find plenty will be there. 老伴儿，跟我说说，这怎么这么好看？ Nine. 获得新的物品。Don't forget, you're worth it. 你觉得为什么会给你那么多钱？不过一只手而已，烧高香吧。嗯。快到。垃圾玩意儿！哇，垃圾箱把没有东西给收光了。你要找茬不成？十四太少，我就问你，再捡垃圾。我妹妹，你会干？你说十四一天呢？那有枪。哟，弟，你要不要过来练练？活动活动如何？你看我这个新沙包怎么样？刚才给我好一顿胖揍，真是高科技，特好奇跟你V打起来会怎么样？如何？待会儿，待会儿再说。现在让我摩拳擦掌与教练交谈。今天啊，当然好啊。我们开始吧。接住脚步轻一点，脑袋动起来。肉搏掌。我操！哇哦！哎哎哎哎！哇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防御。上次那拳绝逼够水平啊，牛逼！想过靠打拳？哇哦！你这儿都卖什么的？最顶级的装备。最顶级的装备。条件。等级，还有，好的吧，坐下不要，我要去收刮点东西。我刚刚在这里好像记得有看到哦，枪。
白天内，你们应该可以听得到我说话吧？应该很清楚的才对。这是卖枪的，枪店老板。你的五四式小宝贝弄好了，枪枪嘎嘣脆，包你爽的不行。让我来瞧瞧。每秒伤害，购买，出售。啊，我可以出售点东西，就比如说这个，装备的就不要出售了。行吧，就这样了，出售。才赚那么一点钱呢。扇子、纸牌、刮刮乐、筛选康康。我怎么那么多东西？手枪弹药 ，OK。装账。跟他拿枪。让我来瞧瞧。拿什么枪？目标是这个吗？你装备。还是这个？街头警觉。传奇。拿什么枪在哪里？这个吗？你装备。好的，我拿了一把新枪。你已获得独特物品的一些制作要求。太感谢了。任务完成。去找阿杰。要进电梯。许多终端都已遭到恶意软件腐蚀。警方专家确认，目前已知的病毒可导致网络设备故障，甚至在极端情况下，有可能导致使用者死亡。为应对日益加剧的黑帮活动，市长办公室已将公共威胁等级提升到了红色警戒，建议河谷区和沃森区的居民天黑后不要离开家中，并保证自卫武器时刻放在手边。学校的医院目前已经全部。绿洲的区域如今已经沦为暴力黑帮和瘾君子的法外乐园。大家好，现在播报本地新闻，一场庄严的活动荒魂祭就要到了，为了烘托气氛，届时精美绝伦的多层山车将会出现在夜之城的街头，本次祭典期间会有多名琵琶演奏大师在现场为市民献艺，同时也会进行日本传统的能剧表演。本次的祭典将全程由荒坂公司提供赞助，而更加令公众期待的是，就连荒坂华子本人也宣布将会出席本次的山车之友。要不，我等到昨天的事。Oye despacio！我快被你们这帮垃圾烦死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天之骄女来了！我说你去的时间也太长了，等得我都饿了。来来坐，我把这口饭吃完咱们就去见老围头。昨儿你是不是说过有个惊喜？是我脑子抽了还是你确实说过？都是，谁让你老记不住事儿呢？我呢碰巧啊给咱们揽了个大活，大肥差。你先说完。你先说完。其实也不算个事儿了，可有人嘛派了个活，但他是谁你知道吗？ Dexter 的Sean，夜之城最他妈牛逼的中间人，来生夜总会的黑皮胖耶稣，300来斤大金膀子，如假包换，牌子绝对硬。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这种活你是怎么揽到的？卖肾了吗？据我所知，Dex 可不喜欢我们这挂的。不是我，是 T-Bug。他牵的线，然后我才去聊的。Dexter 看我第一眼，这事就板上钉钉，没跑了。小哥们儿，我这造型多能打呀，人见人爱是不是？你说是就是呗 ，Jacky。到底是什么买卖？咱们不会把命搭进去吧？金主爸爸想跟你具体面谈，单独聊聊。不过能不能成，可全靠你了，妹子。
好，无妨。行吧，你安排吧。不知道这老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Dex 当中间人是真的牛逼。啊，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说神父或者和哥不好，可 Dex 是大神级的，你明白吗？不，不太明白。都是一样的，初来乍到，还没拜码头呢，当地的中间人就挺着逼脸过来，笑眯眯的告诉你，活多的干不完，钱也拿到手软。不过呢，你其实就是他们小黑本上的又一个倒霉鬼，用来去帮他们赚客户那仨瓜俩枣的工具，最后大头还都是他们拿。当然，你们可以有说有笑喝大酒，但说到底还是生意。哎，爽，吃饱了。你的车我开来了。昨天我找了厂里的哥们儿，把他们跟清道夫交手那块撞的地方都弄过了。谢了 ，Jack， 真够意思。你盖尔修的，绝对牛逼，开起来跟新车一样。那得开开再说。那咱们走着。试试他给不给力，上车。哇哦，这下是我来开车对吧？先去谁那儿？你是医生？哎哎，妹子，你慢着点儿，我刚吃完饭。警察，我本来就打算去老维那儿一趟，跟妹子姐联络联络感情。哟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那漂亮妞可是要迷死我了。收音机可以关掉吗？修好了就来找我，咱们去看看 Dexter 有什么活。你并非那个监狱的主人，那眼镜并不属于你，或者说不只属于你。你干嘛老盯着？真的相信那些卖眼镜？就是以前我有个朋友在这工作。Hey V，Victor 医生现在可以见你了。我就坐这等你，我和 Misty 聊两句私房话。你好像很高兴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嗯。好丑啊，这个寂寞。马龙的防守有些松懈。你好啊，老维。身子骨还是这么硬实啊。开始累了，腿也开始抖了。你也好呀 ，V， 有阵子没见了。今儿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啊，我上一个活要连客户的神经插槽，我估计我可能中毒了。是不是头痛欲裂、恶心反胃，然后还对强光过敏？全被你说中了。哼，天才。没事，小鬼，我很快就帮你搞定。另外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嗯，想升级。我要装点新家伙事儿，要正经货，强化一下视野。再弄个卧片。真的吗？你终于开窍了。老维，我走狗屎运了，咱现在也帮大哥做事了。名气不小，不过我猜你还没拿到钱吧。嗯，啊，行了吧，老维，办完事儿就把钱给你，连本带利，我不会赖账的。嗯，下不为例哦。坐椅子上，别紧张，放松。Karoshi 光学眼，我手里最好的货了，现在配你正合适。接进来吧。
我扫描的时候你一边看一边选，瞧瞧里面什么情况。嗯，神经机械植入是天然身体部位的机械泰迪品。OK， 超人般的能力。哇哦，新物品。这个是光学装置，普通，强化视野。手掌，我什么时候拿到的这个东西？嗯 ，OK， 大概就这么一些了。假身物品，要钱，都是普通的。免疫系统，手臂、腿部。Mark One 算是不错的扫描器了，可以在你的角膜上显示数据，还有一套内置外部镜头干扰器。用外行话说，任何监控拍你的脸，拍出来都是糊的，不过还是看得见你的身子。嗯，这个应该能行，也能和克鲁许的技术兼容。我准备好了。动手吧。成了，咱们开始吧。来，把你那个要帮大哥做事的胳膊放进去。话说老围头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要我说实话吗？平平淡淡，不过这样也挺好。过去我成天就跟是是非非、真真假假、因为所以过日子。后来出什么事了？后来我就金盆洗手了，虽然当不了传奇人物，不过晚上倒是能睡个好觉了。就是这样，谢谢。稍微给你麻醉一下，我好开始切割。有什么感觉？我说老维，大夫，你怎么跟个牙医似的？一直在这絮絮叨叨，没完没了。别损我，我可上岁数了，手上没劲儿，也没装东西，万一手一抖，注意啊，可能会黑一会儿。OK， 先试试，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，这就把你连上。你可能开始会有点不舒服，眼前模糊，分不清颜色，出现跳针。那么看东西有没有问题？嗯，就这样而已。这个好像也不怎么样啊。耐心点，小鬼。稍等一下，现在试试扫描器。一帮民众。你可能需要花点时间来调整，不过呢，凡是第一次总归会有点问题。扫描器最终会和你的思维过程同步，领会你的意图。我还装了个后门 NCPD 文件扫描，不认识几个二溜子，还不知道他们有两下子。通缉犯资料库。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，拔出你的武器，能看到弹药数量和全新的界面。我去 ，Victor， 可以呀，够周到。那病毒呢？带上这个，按剂量服用，现在吸入两次，一小时后再两次。
谢谢，我欠你个人情。去吧，小鬼，让他们瞧瞧你的能耐。记住，等你发达了，别忘了当年的老伙计。心轮看上去有点失调啊，宝贝儿，我可以帮你释放一下，但是你要当心负面能量场，躲开红色。嘿，李，听着，你看大夫的时候跟戴克斯聊了一下，他在车里等着你呢，走两三步就到了，不远，就在 Gramsci 看保边上。OK， 我会好好跟他勾兑的。V， 有件事很微妙，所以我来找你。城里的赛博疯子袭击越来越多了，也许你见怪不怪了。但我很在意，原因嘛很多，有人说赛博精神病是可以治愈的。行吧，我知道听上去不太靠谱，但就算治疗方案未经验证也比直接毙了强。要有类似消息我给你打电话，希望你能在爆破机动队来之前调查清楚。不过记住，我要的是人不是命，尽量把袭击者打晕，我会派人去接手。应该听明白了吧？嗯，李小姐，很荣幸。Dexter 的 Sean， 百闻不如一见，幸会。开车吧。聊正事前，先问你个别的。你是愿意当个无名之辈，一辈子安生，插着尿管死在床上，还是就算活不到30岁，也要名留青史呢？这是要验我吗？没有，我就是瞎聊的。怎么，话里有话？不 ，V 小姐，这叫哲学。听仔细了，我刚弄到一个大活儿，和收拾清道夫相比，算是千载难逢的大买卖。说说看，你有什么活？有个原型科技。准确的说是生物芯片，把它给我弄来，就这么简单。哼，我猜是公司的东西吧？对，光板公司，你应该没问题吧？对，没问题，大不了死嘛。夜之城可是荒坂的地盘，谁敢跟他们乱来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这是来生的头号规矩。再说了，我又不傻，不会留下马脚，这活儿必须干得神不知鬼不觉。这么说你应该能明白吧？怎么干？难道你有计划了？首先，我跟漩涡帮的小伙子们有点瓜葛，需要先处理好。然后就很简单了，你要去见客户，但他现在急得很，想跟咱们勾兑勾兑。你说的客户是谁？我为什么要见他？他叫艾弗林·帕克，找他可不容易。我放出话说要找他的各种情报。嗯，然后呢？太平州的几个兄弟找过来，叫我别打听了，就这样。总之，咱们的这位客户小姑娘想找个能出头做事的，再和她当面聊聊。我得掌控大局，一 bug 不和人打交道。Chinky 吧，动刀动枪还行，那剩下就只有你了。
漩涡帮那边是什么事？你们之间有过节？把芯片插上。还是老一套，某个帮派两周前抢了军用科技运输队的装备，公司的人不知道，其实是漩涡帮在搞鬼。被抢走的东西里有个小型作战机器人，叫小平头，原型机是军用科技的高端货，弄来给我。要是没有这机器人，那就弄不到荒坂的芯片，咱们的好戏也就没得唱了。不过别激动，那只是一个一次性的玩具，那玩意儿是我从漩涡帮买的。问题是，卖家本来是个叫 Break 的哥们。为什么说本来呢？因为 Break 原先是帮派老大，可谈妥三天后，他兄弟朋友造上人称 Royce 的 Simon Render 租。如今龙头是 Royce， 现在人家还认不认账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偏偏呢，军用科技还有个叫 Mary 的 Scott 的，也对这件事感兴趣。那个女人，她打的什么算盘？我哪知道，运输队的事情被她搞得好像要出人命一样。她手头的某个线索现在被五花大绑，塞在后备箱里。嗯，听上去运输出了岔子，东西没到她手里。后备箱里穿西装的那个多半嫌疑最大，可那人屁都交代不出来，只好继续扣着她。这女的得在老板知道出事了之前，把被偷的货找回来。哟 ，V 小姐。你的推理还真有一套，怎么利用这些情报就看你的了。你应该需要那炸毛女人的资料，这就发给你。我就想知道这么多，该去干活了。痛快，我来安排你跟帕克小姐在丽兹酒吧碰头，但是小平头的事得你自己来。对了，李小姐，无名小卒还是名扬天下。回头见。嘿，我和戴克斯谈过了。他是个很谨慎的人，给大活之前让我们先干点小的。我估计可能是想验验咱们的成色吧。有这么个战斗机器人，军用的原型机被漩涡帮给撬了， Dex 要从他们手里买过来，钱都付了，结果正赶上帮里换了龙头。对对，我听说了， Royce 对 Break 装接管差不多吧。 Dex 让我们去找 Royce，还给了个军用科技负责人的电话，不过不知道他能帮上什么忙。请功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交代这趟差事的客户，我得去见一见。Evelyn Parker。嗨。你？那 Dex 打算怎么着？开上他的豪华轿车，顺便跟卫子聊聊天。Parker 想见见这次给他办事的人 ，Dex 派我去了。他肯定都盘算好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漩涡帮还是帕克，哪个行啊？咱们先去漩涡帮的厂子，准确的说是砸厂子。哦啦嘞，那我就先去全食品工厂好了，去周围踩个点儿。Hasta luego。可以强制。
是第三人称爽一点。好远的说。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，赶紧跟我说说情况。等很久了。是这样，那个机器人吧 ，Dex 已经付过玄武帮钱了，可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翻脸不认账。他已经付钱了？靠，那搞毛啊！哎，算了，咱们把这玩意儿搞过来不就行了？你想好怎么弄了吗？买下来。和玄武帮做买卖。这事儿可他妈不好搞。帮派的世界嘛，并没有那么复杂。只手遮天，胜者为王。要么干死别人，要么干死你。这是要深入虎穴了。胜吧。等我一下。好的，你准备好了就叫我。哦，这是快速移动啊，当我没说。OK， 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出手。联络啊，别抢去，别阿杰交代。咱们去会会这帮杂种。来，咱们先敲敲门。看看有没有人吱声。往哪走啊？我最恨这帮改造狂，怎么摊上他们了呢？怎么，他们不就是个帮派吗？就比如说瓦伦蒂诺帮吧，信仰上帝和圣母，把荣誉看得很重。你知道他们要什么，喜欢什么手段，能碰不得。可漩涡帮呢，根本不讲道上规矩。我是 Scott， 先说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话的。我知道的电话多了，听说你的车队出事吗？去，把他嘴堵上。你知道些什么？我没时间跟你耗。喂，朋友，赶紧把这活办了。电话说不方便，这个买卖还是见面谈吧。买卖，好，从天轨下来，往 NID 走。高架桥下的排水渠。是对讲机在哪里？喂，朋友，赶紧把这活办了吧。你是谁？我们找 Royce。Dex 让我们来的。去机房，正等着你呢。氛围不错，充点喷话就更好了。哎呀，他们准备的挺充分啊。我从没见过防备这么森严的食品工厂。应该都是从运输队抢来的装备吧。那车都武装到屁眼了。你听说过这个龙头 Royce 吗？ Dex 提起过，说他很特别。
这么反步兵地雷定向破片杀伤，我喜欢低调。见 Royce， 有笔买卖要和他谈。Royce 先生没空，你要有事就跟我说。你有个机器人 ，MTOD 十二型，叫小平头。怎么了？关你屁事！我的委托人已经给过 Brick 钱了，我是来拿货的。有必要的话，我当面和 Royce 谈。不，你就和我谈。我叫 Dam Dam。沙发，坐下聊。还有你，赶紧他妈给我坐下！我站着就行。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吗？我让你他妈的坐下，等我试试。老子不敢动你吗？你他妈赶紧坐下，否则老子崩了你。Jackie， 坐下。听他们的没有好下场。操，这不就结了？来，提提神，抽一口。谢谢，我不用。随便你，小家伙还挺沉。你们要的就是他吧，小平头 MTOD 十二型。我们要看看。看看就看看。玩意儿花样可他妈多了，动态光热迷彩装甲搭载无压控制器的沉浸式认知系统，这还不算完呢，还有钛合金纤维打造的圆形驱动装置。你们上眼，全整合连接。如果这小蜘蛛开始爬墙往天花板上那么一过，哼，搞不好要吐了。你觉得如何？好，那我们要了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。那就付钱吧。钱给过 Brick 了。不是吧？你真想让我再掏一次钱吗？这是老子的地盘，别他妈讨价还价。我说付两次，你他妈就付两次。好，你要小平头是吧？那就痛快掏钱吧。我觉得既然钱你已经拿到了，那应该好好给我们打点折扣。折扣？这你妈逼扯！知道吗？你不说谁派你来的，也不说给谁干活。Dexter DeShawn， 他派的。Dexter DeShawn， 那个拳打杜邦乔踢太平洲的老胖逼，要不你再考虑一下。你们他妈死定了！
好，那我们要了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，那就付钱吧。钱给过 Break 了。真想让我再掏一次钱吗？这是老子的地盘，别他妈讨价还价！我说付两次，你他妈就付两次。好，你要小平头是吧？那就痛快掏钱吧。我觉得既然钱你已经拿到了，那应该好好给我们打点折扣。折扣？扯你妈逼扯！知道吗？你不说谁派你来的？也不说给谁干活。Dexter DeShawn， 他派的。Dexter DeShawn， 那个拳打动物帮脚踢太平洲的老胖逼。没，不仅没死，活蹦乱跳的。他让我给你带个好。要不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全拿到了，机器人还有控制器。赶紧跑吧，赶紧赶紧！那赶紧走吧，我得拿点新鲜空气。哎呦我去，全是肉味儿，进我嘴里了。这里是生产线，再说你不是爱吃肉吗？能换条路吗？Oh, my God.
引爆器挂上弦了。
刚刚还觉得现在大了。你在等什么？不求人，不欠债，不跟公司扯皮，最后还把小平头弄到手了，这买卖才带劲儿。B， 这话没毛病。那是必须的，我杰克说的话啥时候有过毛病？满大街都是发财的机会，还能看兄弟反目。不过你要是能摸清门道，再好好利用，那可就真他娘的要无敌了。除非躺着吃枪子儿，榴弹打脑门，就算被一枪毙了，那也死得痛快呀，还能在道上留个名声，怎么都不亏。现在干嘛 ，Jackie？ 现在干嘛？现在我打算回去找 Misty， 一起干点能让我活奋起来的事儿。我们差点就交代在里面了，必死无疑。干什么没风险 ，Jack？ 咱们又躲过了一次，被叫阎王给收了，必须庆祝庆祝。虽说以后这都是家常便饭，别忘了告诉 Dex， 东西搞定了。
轨道见了，喂。事儿办得如何呀，毕小姐？机器人拿到了。都顺利吗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军用科技的态度如何？麻烦的话，那肯定有。你和 Brick 的那笔账 ，Royce 就明摆着不想认。你怎么搞定的？利用了那个公司女人？我没让军用科技插手这件事儿，我可不想冒险。那你是怎么让 Royce 乖乖交出小平头的？屡试不爽的方法，我只会一种，暴力。有种啊，毕小姐。跟 Park 小姐的事怎么样了？还没腾出空间呢。嗯哼，要想拿到芯片，你就必须要去碰头。Park 小姐会在利兹酒吧等你，祝你好运。